嗨，大家好，我是那个大家身边都有的 Kevin。刚刚那段是我截取让 GPT 自己跟自己对话的一小段内容。如果你愿意的话，其实可以让他一直继续讲下去。所以有兴趣的人可以去试试看。那这个让 GPT 跟自己对话的灵感，我忘记是来自哪支影片了。但是那支影片大致上就是在提说，有可能 OpenAI 内部在训练 GPT 的时候是让 AI 自己在对话。那因为这个灵感，所以我有了这个疑问，我可不可以让 GPT 自己跟自己对话呢？如果我看过我之前影片，应该知道我之前发布的 Google 试算表 GPT 工具，不管是批量执行模式或者是聊天模式，因为是透过 GPT 的 API 方式实现，所以可以篡改每次的对话内容。虽然 GPT API 在送出请求的时候只能要求系统扮演一个角色，但我想说，那只要每次对话的时候把提问和回答人立场对调，那不就可以让 GPT 彼此之间对话了吗？所以就有今天这部影片。那这次发布的 1.5 版本 Google 表单，新增本次影片的 GPT 自聊天模式，连结会放在说明栏，各位一样可以选择左上档案，然后建立副本，直接复制这个试算表到你的 Google 云端硬碟中使用。和之前版本稍不同的地方是，我把 API Key、温度跟 Mac Tokens 这几个改到说明 and 设定的这个分页。如果对于光打开 Google App Square 就开始头晕的人的话，那现在这个版本对你来说就更友善啦。你可以直接在储存格里面填入你的 API Key 和想要的设定，就可以开始使用。那至于如何取得 API Key 的话，可以看我之前左上这部影片，从6分57秒开始。这次新增的 GPT 自聊天模式这个功能，其实使用方式也很简单，在第四列提出你的第一个问题，然后这边的设定系统是用来回答的角色，例如我这边设定的是你是一位哲学家导师。在第五列这边设定系统是来提问的角色，例如我这边设定的是说你是一位学生，始终从对话中尝试提出更深入的问题以帮助探索解答。那 B1 这边聊天次数是一个新的栏位，代表你想让 GPT 彼此对话多少次。 D1 这边的话是需回溯多少贴文，就跟之前的聊天模式一样，你想让 GPT 模型往前参照多少对话就设定多少，然后点送出，GPT 就会按你设定的这个两个角色开始自己跟自己对话了。那可以看到我在这边设定了一个目标，叫做用100字以内回答或用100字以内提问，这个也是我试了10多次执行起来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方式。首先就是如果你的目标都是用多少字以内回答的话，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负责问问题的他即便是 GPT-4 他最后还是会像失智一样变成没有再负责问问题。那另外就是限制100字，因为API 的 token 是有限制的。那这种对话形式，例如我这边设定回溯贴文是10次，那就代表每增加一次的新的对话，那你送出的 token 数会越来越多，那因为它会回溯10次的对话嘛。所以像GPT 3.5 Turbo 的 token 限制是4097的话，那我这边大概对话到第10回就没有办法继续了，因为要往上回溯10次的对话已经超过这个 token 的限制。所以我这边会建议调整一下字数目标，让 GPT 不要对话太多。那当然你也可以把需回溯多少贴文的数值改小，但是这样的话就是 GPT 的记忆力比较短。又或者是你可以改用 GPT-4 模型，因为它的 token 限制是8192，甚至你可以用 GPT-4 32K 的模型，它的 token 限制是32768。那但是缺点就是 GPT-4 很贵，然后 GPT-4 32K 更贵。我是认为除非你要处理逻辑性非常难的问题，或者是你真的需要回溯很长的对话，不然我觉得绝大多数的问题用 GPT-3.5 Turbo 应该就可以回答得很好。这样的 GPT 跟 GPT 的对话的方式，我觉得目前现阶段还是以好玩为主，因为目前好像没有什么工作真的需要让GPT 这样彼此跟彼此之间进行沟通。但是这个方法可能还是可以从中获得一些灵感啦，例如说你想要找灵感，
那你可能连等 GPT 回答都觉得很懒，然后还要在那边想问问题的话，那 maybe 你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试试看。那看到这边，如果你还在看的话，那应该代表你想知道这是怎么做的。那首先我还是像之前一样，就是想要让 ChatGPT 帮我完成代码，使用 GPT-4 模型，因为在 GPT-4 写代码的逻辑性强很多。那我之前的几部影片 GPT-4 也是在非常短时间内就完成所有的代码。大致上的逻辑就是说，一开始偶数行这边系统扮演是回答的角色，然后下一个奇数行它就对调成提问的角色，然后最后就是看怎么样实现，可以把它设定说它让它自己回答多少次，这样才不会无限回圈。不过出乎意料是，可能因为这次逻辑困难度稍微提升，所以 GPT-4 就变得比较容易出错。最后我总共从头到尾写了快10个小时左右，我有点受不了。我觉得不能再躺平都让 GPT-4 干活，所以我稍微研究一下之前跟他完成的代码，然后看他怎么样写入 log 啊，或者是说我自己在某些地方加入 log， 稍微做一些修改，然后再跟 GPT-4 协作，最后才完成。那我在这边只截几张关键的提问方式，有兴趣的人可以自己按暂停看一下。那总之这次跟 GPT-4 协作比较复杂的代码，好像会需要一些比较进阶的知识，但是我觉得掌握一些技巧还是可以事半功倍，或者是说你还是可以像我一样在很低的基础下完成很高的代码。那第一个技巧就是把问题拆分成几个小块来处理，因为我觉得目前比较复杂的代码 GPT-4 还是很容易会错乱，或者是只注意部分的地方。我推测这个是因为模型的特性导致，就是注意力机制 attention。那 GPT-4 不会把你的每个字详细解读，我觉得它有点类似人在速读的时候，就是它没有办法看得很详细。所以如果你可以把问题拆分成几个小块来处理的话，那我觉得 GPT-4 应该就可以处理的比较好。那第二个就是如果有错误的代码就反馈给 GPT-4， 有错误代码的时候它比较能够快速找出问题。那第三个就是写入 log， 然后把 log 反馈给 GPT-4， 因为这个跟把问题拆分成几个小块也有关。因为如果你只有反馈部分问题的 log 的话，那 GPT-4 通常也比较会专注在你的问题上面。那第四个就是不懂的代码就让 GPT-4 解释，就是他有时候写的东西不懂，你就叫他注释，然后如果注释还是不懂，那你就再问更详细一点，这样。那以上这几个小技巧，相信就是即使更难的代码或者是更进阶的功能的话，掌握上面这些技巧，我觉得一些比较没有代码基础的人还是可以用过去前所未有的速度来透过 GPT-4 完成更进阶的工具。虽然这次发布这个功能的趣味性大过实用性，但是透过这次分享，我还是希望可以鼓励到大家可以多多尝试实作。如果有看过我之前几部影片的人应该知道，我其实不是很懂写 Google Apps Grey。那但是现在透过 GPT 这样的工具，我就可以放大我的能力，连我都可以透过自己的想法去做一些我以前根本没有办法达到的东西，而且是非常快的速度。那我相信一定有更多比我有创意的人可以透过这样实作做出更厉害的东西，像是最近有看到Auto GPT 啊，或者是说有些人结合语音助理的这些工具，都是在OpenAI 发布一系列包括ChatGPT、GPT API 或者 Whisper API 之后等等，开始改变了大家的生产力。所以还是那句最近蛮流行的话，会取代你工作的不是 AI， 而是比你会用 AI 的人。那接下来世界会变得很快。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请按赞订阅支持，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你对这部影片有什么问题或看法。拜拜。